什么事让姑娘这么高兴啊？哼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马上就要去御前当宫女了。还真没想到，一个偷主子东西卖的宫女，也能留在御前。你又想干什么？眼下我正好有一件事，想请姑娘帮我一个忙。启禀娘娘，娘娘吩咐奴婢的事情，奴婢已经全部办妥了。没有人看见吗？没有。那就好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琳琅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好姐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会不会原谅她？谁啊？你吗？啊，不是我。我那是谁啊？比如说，云初。云初那个傻丫头能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？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嘛。万一她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也会原谅她的。真的呀？琳琅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琳琅，你舍得离开御前离开皇上吗？皇上是一个好皇上，如果有人能悉心照料，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我怕你放心不下皇上。皇上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皇上。皇上可不就是你一个人的皇上吗？参见贵妃娘娘。把东西都放下。是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
何必装得如此恭敬？在你心里，早就把自己当主子了吧？娘娘误会奴婢了，奴婢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你没有这样想？那你是怎样想的？是谁在本宫面前发誓，说要和荣若比翼双飞，不离不弃？又是谁跟本宫说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？这些话对本宫来说言犹在耳。可说话的人却变了心，负了荣若，也负了本宫。对此你也应该给本宫一个交代吧。娘娘，奴婢和荣若之间今生不再可能了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了。是吗？你是为了靠近皇上才去了结荣若对你的情谊吧？魏琳琅，你真的没有半点觉得对不起荣若，对不起本宫吗？娘娘，这世上很多事情没有谁对不起谁。如果娘娘觉得我对不起你们，那就对不起吧。你心里何尝觉得有半点对不起本宫？皇上出宫祈雨，竟然求我照顾你。本宫是主子，就要照顾你这个奴婢。看看这些，每一样都是皇上为了求我照顾你送来的。胭脂水粉、丝绸首饰，每一样每一样都是皇上为了照顾你，娘娘，求我来照顾你送来的。为了你，别动。皇上让我照顾你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皇上会恨我，会怪我的，知道吗？琳琅，你怎么了？你的头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不小心弄伤的。惠妃娘娘她打你了？没事，你别担心了，我去拿药过来。娘娘，那些都是皇上赏给娘娘的东西，娘娘干嘛给她呀？那些东西本就不属于本宫，看到他们本宫只会心烦。娘娘，你用热水浇花，这花会死的。是吗？那是本宫糊涂了。不过这些花在本宫心里早就死了。都给我仔细搜。是是。哎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御前宫女魏琳琅的房间，怎么能随便搜呢？对不住了，宫里丢了件极为贵重的东西，无论是谁都得搜。都给我搜仔细点。王公公，找到了。那个是谁的箱子？那是我的箱子，可这不是我的东西。这当然不是你的东西，这是你偷的东西。我从来都没有偷过东西，不是我偷的。容不得你狡辩，来人带走。是。不要。公公，这真的不是我偷的。走。你们不能带他走。不是我偷的。你冤枉我了。
后娘娘，宫里这回出大事了。出了什么大事？御前宫女卫琳琅偷了皇上最珍爱的玉扳指，被抓去慎刑司了。这皇上一出宫就闹幺蛾子，别说本宫不提醒你，这火可不能玩得太大了。太后哪里是嫔妾玩火，分明是那个贱婢自作孽不可活。这个贱婢，她竟然敢！你在御前伺候皇上，不但不知道惜福，还敢偷皇上的扳指。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偷。你说你没有偷扳指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屋子里呢？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拿皇上的扳指。皇太后驾到！奴才叩见太后娘娘。作死的贱婢，这个贱婢不用审，明日午后处死便是。太后娘娘，奴婢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您非要置奴婢于死地呢？你做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这次你必须得死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如若给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是。不知娘娘找我何事？前几日宫外传来消息，说阿玛身体不适，现在好些了吗？娘娘放心，阿玛只是偶感风寒，服了两剂药已无大碍了。只是姐姐一月不见，为何这么憔悴？娘娘，娘娘，卫琳琅偷了皇上的玉扳指被抓了，太后已经下旨，明日午后就要处死他。消息可靠吗？千真万确，慎刑司已经把他抓了。这次他是真的要死了，皇上不在，没人救得了他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去救他。你敢？你还嫌他害我们不够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手？姐姐，我答应过他，会护他一世周全。娘娘这样做是为了你好，为了纳兰家族好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。给娘娘请安。奴婢参见娘娘。卫琳琅，现在没有外人，你就别假惺惺的了。明天便是你的死期，本宫看你现在这样，心里实在是痛快。奴婢谢谢娘娘和纳兰府的收留，奴婢恐怕日后无以为报，在这儿先谢过娘娘了。卫琳琅，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让人讨厌吗？就是现在这样，你总是摆出一副楚楚可怜心地善良的样子，不管是皇上还是荣若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
还以为你真是什么好姑娘。娘娘在奴婢的心里面一直是一个温柔可亲、心地善良的好姐姐。你闭嘴，不要再叫我姐姐。我知道娘娘心里面恨我，可是奴婢与荣辱还有皇上之间的恩怨不是奴婢能解决得了的。明日就是奴婢的死期了，还请娘娘放下恩怨，好好生活吧。卫琳琅，你这个骗子，你骗得我差点就信了你。你明天就要死了，你现在分明就是在求我救你，你别做梦了。奴婢请娘娘保重。公子，没事吧？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公子，我是绝不会放你走的。小老虎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臣养成眷命，抚育万方，念切民生，急图康益，资者投介上心，春耕将举，原书成捆，上亚鸿修，谨率臣僚以育博生礼资盛庶品恭祀上帝，扶其召见。嫔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你吩咐慎刑司午后处死卫琳琅，会不会？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嫔妾知道，只是怕。你担心的也是，本宫要在皇上回宫之前处置了那贱婢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长庆，去传本宫的话，不用等到午后了，速速办了吧。这。
纳兰大人，什么事情？皇兄呢？我找皇上有急事。李泌奏右平之殇，皇上起驾回宫。皇上，隐身。琳琅有危险。备马。这。放我出去！我是被冤枉的，冤枉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快要死了，我来送送你。用不着这么虚情假意。有样东西我说过，要你还的。你这落井下石的小人！这个巴掌不是替我自己打的，是我替我妹妹打的。你摔断了她的玉簪子，你就该死。如果我死了的话，在九泉之下，一定会找到你妹妹，告诉她，她有一个心肠歹毒的哥哥。你说，他是会笑，还是会哭呢？传太后口谕，卫琳琅即刻处死，给我把他拉下去。是是，走。放手。走。放开我。快快走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奴才已经传达了太后的懿旨，慎刑司此刻应该已经在行刑了。太后，卫琳琅那个贱婢这回是必死无疑了。他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姑娘得罪了，来世托个好人家，也好了了这一辈子的孽债。人呢？皇上，我问你人在哪儿？回皇上，已经拉出去处决了。住手！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太后，皇上回宫了。这么快？皇上是骑马回的宫，一回来便去了慎刑司。快去慈明宫请太皇太后。是。儿臣见过母后。母后今天又要让皇上不高兴了，这个贱婢必须拿下。来人。母后且慢，那玉扳指是儿臣赐给卫琳琅，并不是他偷的。皇上。太皇太后到。孙儿见过皇祖母。免。你皇额娘临终给你的东西，你都能随手赐给一个丫头，你可真是孝顺。皇祖母，皇额娘临终时曾经嘱咐过孙儿，这扳指可以赠给孙儿觉得最珍惜的那个人。孙儿并无忤逆皇额娘的意思。就知道皇上关心则乱，又急着替身边的人脱罪，这心情我能够体谅。
好，扳指的事情就算是冤枉了他，但这东西皇上你得好好看一看。这也是在那丫头房里搜出来的。我不过是打了她一顿，没想到这个丫头居然藏有如此狠毒的心思。母后，琳琅她不是这样的人。皇上，你醒一醒吧，你让那个女的迷到哪儿去了？护国寺为百姓祈雨乃是社稷大事，可你竟然不顾皇家体面，蓬头垢面，仓促回宫，完全忘了你是大清的皇帝。我大清以孝治国，你三番两次冲撞自己的母后，你的孝在哪里？卫琳琅不过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宫女，因为被太后打了几下，行为就这样如此恶毒。这样的人留在后宫，只会是个毒瘤。我没有啊，太皇太后。皇祖母，琳琅不是这样的人，她不会这样做。皇上，哀家知道你心软，舍不得处置这个丫头。今天这件事就由本宫来做主。敢在后宫用这种手段谋害主子，若是纵容这大逆不道的举止，那大清后宫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来人，把他拉出去杖毙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诅咒太后，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？皇祖母，你不相信琳琅，难道你也不相信孙儿吗？孙儿了解她，琳琅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姑娘，她不会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。请皇祖母开恩。好，就给你三天时间，如果查不到别人栽赃陷害的证据，你可别怪皇祖母心狠。孙儿谢过皇祖母。启禀娘娘，乾清宫传来消息，说皇上当众宣布那玉扳指是赐给琳琅的。这个贱婢，皇上竟然对她那么好。不过这次她是怎么都跑不了了。我们就是给她放了个扳指，没想到她自己作死，竟敢诅咒太后娘娘，真是找死。咱们也算是歪打正着了，给乾清宫除害了。啊，琳琅姐姐，林初，琳琅姐姐，花珠，我们才听说你的事情，你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别难过了，我临死之前还能再见到你们，我就没什么遗憾了。好好照顾自己，嗯。花珠，花珠，这个手镯送给你了，你拿去，用你娘治病。虽然值不了多少钱，也算是我的心意。
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的良心在，你的良心在，你的良心在。林郎，不要，这肯定是在做梦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云珠，花珠姐姐别害怕，只是做梦而已，别害怕。林郎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怪我，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你骗我，你说林郎他只会被赶出云浅，没说他会死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死他？为什么？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眼下我们两个人是一根绳绳的蚂蚱，如果你要敢把真相说出去，你死我死，你娘也得死。这个给你，把它放到琳琅的箱子里。这个人偶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。你这段时间少找我，免得露出什么马脚，记住了吗？喂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叫魏琳琅的被抓进了慎刑司，皇上要保他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种事还能怎么着啊？我听说被太皇太后给拦下了，说这个丫头不知死活，竟敢悄悄地诅咒皇太后。你们乱说，琳琅姐姐是被冤枉的，她是个好人，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花珠姐姐，你和琳琅姐姐一直在一起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是不是有坏人要害她？我没看出来啊。你快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啊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不管有多大的靠山都没有用，还是好好的在这儿给我干活。我看御前你是去不了了。这堆衣服晌午之前要是没洗完的话，你就等着挨板子吧。呀，好啊，你敢糟蹋主子的衣服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敢打我？我怎么不敢打你啊？你只不过是一个下等的贱婢，瞪着我干什么？想还手啊？你敢还手，老娘我就打死你！住手！大人，你就是前几日照顾琳琅的花珠。是。那你知不知道琳琅生病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她的房间？没有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天天和她在一起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如果琳琅被人栽赃陷害，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。纳兰大人，我和花珠都是琳琅姐姐的好姐妹，花珠是不会陷害琳琅姐姐的，她还想求琳琅姐姐调她去御前呢。是啊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该好好照顾琳琅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我想起来了。谁？惠妃娘娘她去看过琳琅。如此细心。那天惠妃娘娘带了好多礼物去看琳琅，娘娘让我们都退下。等娘娘离开以后，我看见。说。
看见琳琅坐在地上哭，屋子里乱七八糟的，琳琅还受了伤。你这杏仁酪做的真好吃，下回可以教教我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小姐。好棒啊！好啊你！啊！皇上，这是前两天你让奴才给惠妃娘娘准备的礼物，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皇上，这上面是血吗？姐姐如果真的冤枉了琳琅，请你还她一个清白。哼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宫害了琳琅？姐姐从小最疼荣若，求姐姐看在多年结弟情分上，放过琳琅吧。纳兰荣若，你为了一个水性杨花、背信弃义的女人，不要前程，不要性命，自然也不会要你的姐姐了。好，我看这个案子不用查了，就是本宫栽赃诬陷，就是本宫害人性命。来，你把本宫抓了去，交给皇上，用本宫的命去换魏琳琅的命。皇上驾到！微臣参见皇上。惠妃，给朕一个解释。皇上是怀疑臣妾了，臣妾的亲弟弟也怀疑是臣妾害了琳琅，臣妾无话可说。皇上，姐姐如果做了什么错事，微臣愿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他的性命。皇上明鉴，恕奴才斗胆多嘴。皇上已有些时日未来承乾宫，惠妃娘娘又如何能得到皇上贴身的玉扳指？惠妃娘娘对皇上一片痴情，绝不会做辜负皇上的事情。皇上明鉴。该死的奴才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还不快滚出去！皇上明鉴，皇上明鉴，皇上明鉴，皇上明鉴。他倒提醒了朕，朕的贴身玉扳指确实不容易被人拿走。外面有什么消息吗？回禀娘娘，奴婢在慎刑司那儿打听过，说惠妃娘娘去过那丫头的住处。哼，竟然有这样的事，妙，真是妙极了。本宫倒是要看一看这案子，纳兰容若是查还是不查。
娘娘，保重身体。奴才知道，皇上还有公子，是娘娘最亲近的人。他们一定是一时糊涂，娘娘不要往心里去。云初，我要找你帮我一个忙。嗯，纳兰大人，只要能帮琳琅姐姐翻案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些衣服都是几天一洗？三天一洗。